嗨，大家好，现在我再来分享这个 Choco Mask 黑炭面膜。你看我的方式怎么样涂上我们的脸啊？我们不要一直在我们的脸上摩擦，如果你是痘痘肌的皮肤，这个 Choco Mask 黑炭面膜它适合油性、混合性还有中性肌肤的使用。它是活性炭，超强吸附力，深层的净化毛孔里面的杂质和污垢，还有矿物离，扫除老废角质与多余的油，还有金银花长效防护。所以讲你三天做一次，然后你做的时候要等待10到15分钟， OK， 能够控油、消炎、杀菌、修复、收束肌肤，然后减少黑头粉刺，控制痘痘再发。还有现在我在用这个是 Pink Clear Mask 粉红面膜，这个是高岭土粉红面膜，适合干性到混合性肌肤，尤其是敏感肌，主要针对口罩、暗疮还有痘痘毛孔粗大。它能够深层洁净毛孔，改善毛孔阻塞，修复暗沉，还有疲倦的肌肤，还有舒缓，还有镇定肌肤，肌肤更柔软光滑，达到水油平衡的完美肌。这个也是一样可以做10到15分钟呀，跟刚才的黑炭面膜跟这个粉红面膜啊，你能够可以在一个星期做两次也是可以，或者三次，三天做一次。所以讲我周末要做这个两个给你们分别了。它会等待它10分钟或者15分钟，然后时间到了我们就要用我们的水要沾在我们的 beauty finger， 我们的第三个第四个美容手指来打圈圈洗它。你要每一个部位都要打圈圈，因为做毛这样的手法才对，把它柔软，因为它会有带点硬化的，硬化了我们不要拼命拿布来一直抹走它，所以讲我们要用手温和放水，然后打圈圈，慢慢的推走我们的气角质，然后我们的肮脏还有那种细菌全部推走它，还有那种死皮、粉刺、黑头。所以讲我们要知道这个方式啊，就是这样咯，要温和的去做了，做好好我们的脸，然后一个星期做两次，你都感觉到你的皮肤一天比一天更健康。然后用我们的 Mary Kay 的水晶棉，就是我们的 Facial Pro 来润色它，慢慢来抹走它，不要太大力。然后你在水那边水龙头冲洗也是可以的，这个水晶棉布它不用去摩擦它，不用去擦它，你只是水冲就干净了，然后你就抹干净你的整个脸。最重要抹干净那个布，它的水晶棉的布不会很难去来洗干净的，它很容易洗干净的。所以讲你用完了你就挤干的，用来挤干，用我们的手挤干，然后你就可以丢在你的厕所，等冷风自然吹干就可以了。然后我就用我的 Botanica 草本植物 F2 Freshen 爽肤水要喷在我们的棉花垢色，然后抹我们的脸另外一面。我就抹我左边脸，另外一面翻回来我就抹我的右边脸。我们不要把那种怕有些人的脸上有痘痘怕那种脓水传染其他的部位。 OK， 现在我用我的 Time Wise Softener 保湿爽肤水，可以补水滋润爽肤水，又能抗老，还有这个 Roomy V Essence Water 就是精华爽肤水，它可以改善我们的肤色不均它把我们透亮我们的肌肤。然后我就用我的 Shooting Eye Gel 舒活眼香，淡化细纹黑眼圈清除消除我们的浮肿好像你不够睡到觉黑眼圈很厉害
有时会总结来我们电话，这个可以给你带的凉凉，效果保湿啊。成分里面有绿茶萃取，还有黄瓜萃取，还有玫瑰果萃取啊。就把圈圈啊，你照着我的方式就可以了。然后现在我用 Roomy V Serum 黑珍珠美白精华，肤色均匀淡斑气黄，阻挡黑色素生成，保湿度高啊，这个是最完美。它是在大溪地黑珍珠 Deep Bright 复合物，还有草粒眼角草的成分，所以讲这个很特别。还有现在如果你擦完了，你再集中在你的斑斑上面啊，效果更棒哦。然后你就集中在这边啊，差不多这样的分量，左边一滴，右边一滴咯。所以讲很多人就是很懒惰，没有擦，反正就是有斑斑哦。现在我拿这个这个是叫做大滚轮跟小滚轮，现在我用它的小滚轮来按摩我的眼角下，一定要擦了东西才能用哦。如果你有这个东西，你就要用这样的方式来按摩，不要干干是直接按摩啊，要有擦东西，擦了过后精华跟眼香就直接来按摩咯。它是天然玫瑰粉晶，是大自然中最美的治疗色啊。本来是他有送的，要买那个两罐精华送的，如果已经没有买到都没有办法了，等下次有送咯。下次因为我只看到这个很特别，凉凉爽爽，它可以按摩四周围我们的脸，不用太大力，它很温和的，然后你可以拉上拉下，把你的精华一直到按摩到它吸收进去我们的脸，还有我们的颈部，可以来排毒我们的淋巴腺上下上下我们就要按摩咯。看到很舒服对吗？所以讲这个很棒的这个按摩棒可是要小心哦，不要跌下地上啊，跌下地上就破了，因为它是色头。这个方式我很喜欢。然后接下来按摩好了这个就是 Mary Kay 的，然后现在这个是 Clinical Solution Facial Milk 医美滋润舒缓香，它 100% 提亮肤色，还有舒缓敏感肌肤，它里面成分有椰子红花荷叶这些一大橄榄油精华。这个也是naturally 的的 facial oil， 它很棒，这个它可以感觉到天然精华，多效精华油需要两滴就可以了，你可以从头到脚底都可以用的，头发也是可以，指甲也是可以，你可以掺进你的lotion body lotion 也是可以，它是 EcoSurf 认证的 100% 天然成分。还有这个这个是我们的 Oil Free Hydrogen Gel 这个是滋润香，可以早晚都可以用，这个是困惑性跟中性跟油性皮肤都可以用的，这个很棒的保湿10个小时如果你皮肤干的不能用，它还有一个叫 Intense Cream， 它是 pink 的粉色的，这个是紫色的。还有现在过后如果早上的话我们就用 SPF50， 如果晚上都不用啦这个是我用 Milk Thai 的这个防晒 SPF50 现在就用我们的 Eyebrow Serum， 这个可以帮助我们的眉毛，它是眉毛精华，或者你的那个我们的 Eyelash 也是可以男女你要想它长你的眉毛，好不好？有些人的眉毛比较少的，你可以涂啦，你要涂早晚的要涂你要30天才看到见效哦，拜拜。